Hello， 我们推出了自己的新产品，就是我们的浮仿片剂了。那来检测我们的产品 ，BE， 这个就是我们的产品的名字啦。然后这个也很重要，这个是卫生部药品管理局批准的 ML license， 就是有执照的药品跟补品。那这里下面有一个 ML 的 number 呢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执照 number 来的。这个编号呢，可以在 MPRA 药品管理局的网站可以 check 到更多仔细的资料。再来，后面这里呢有一个清真认证哈拉的 cert， 那这个如果是有做同胞他们想要吃中药的话，是可以服用的。再来，这里就是我们这个药品的成分还有它的分量的所有资讯，在这里中英文。然后呢这里就是这个药品它的主治与功能，还有它的服法，每天吃多少次，还有吃多少片，都依循这个指标来服用就是安全的。下面这里呢就会有我们的生产日期还有我们的截止日期，最后这里呢就是一些注意的事项要留意一些的。然后再来看里面的，那里面的标签其实跟外面是几乎一样的啦。那它是一个非常浓缩的片剂啊，所以呢其实它只需要少许呢就可以看到它的效果了。好了，那这个是小瓶装的，那大瓶装的呢600粒的基本上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，这就是600粒的。那大瓶装里面呢其实也是真空包装的，所以在你还没有开封之前呢，那个截止它还是根据那个截止日期的。好，谢谢。